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。今天我的做饭呢，来挖个大白萝卜鱼。鱼要够吃不够？够，这大白萝卜。走 ，come on，baby。你不想让吃了吧你？我来个了。吓我一跳！那你切的菜给起大妈呀？你爸爸干饭低呀？不是你确认一下，咱准备吃啥了？面条儿、炸酱面。你有干嘛酱啊？啥酱啊？你炸酱面不用酱啊？要分钱的搞定。哦，这我那花盆里才香呢。我的老天，那还有啥要洗啊？弄个筐儿，表拿筐儿表，表在墙上挂着。我明儿我让你挂墙。弄来吧，弄弄。还有墙啊，红墙挂。下压，下，红。等会儿，等，够不够？到，好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在后勤做的可以。老抽跟生抽的区别是啥呀？生抽比较咸，老抽味儿重。上错啊！你看老表，生抽坑，老抽。不懂吧？不懂，都不压钱。你倒是给我来找自己铺子呢。冰箱里煮香了呗。不是，我才发现你这比他漂亮。哎呀，他盐他都不知道给他放，你知道给他放。他压一根，到时候。来，倒。好，我很建议倒，一倒了我就救你了啊！你，够，拿倒，好了不？够了，完美，还真香，缺个香菜，香菜来，香菜菜多多呀，哎。那老表说不多啊，他说，那你后勤工作咋弄？他都说的不多。好，够了。那根儿别往里放。他在也是根儿啊。那装碗里吧，我这就是我去。我再给你挑挑，算了。根儿放里头。我吃不了，我挑给你啊。老表，咱俩先吃吧。先给，他俩单弄过去吧。那先扔那儿吧。我先去等，等咱俩送。来，我给他送回去。这不就是够了。老表吃多少肉了？老表在一碗。老半碗。我吃一点。吃一点，那就够。好吃不好？我做的能不好吃吗？你也就喷开了。你对喷的？这一会儿我都不回碗了。拿塑料巾贴住就是干。水多干多。是啊。这味儿确实 OK， 还算过关啊。那开玩笑，就是有点儿咸。